那个木乃伊啊，有好就好几级的，好几层的，就是那个穷人的木乃伊，像那个贵族的木乃伊，还有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，对吧？啊，制作是那个制法不一样，做法是不一样。那个最贵的，他是被毒死的。把那个尸体扔掉，啊，就是他报仇，还是平常他会死 ？OK， 这个都不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很简单，很简单的，不简单的，知道吗？不简单的。哎，看那个五官，它的内脏都是放在那个内脏罐子，罐子有这个罐头，这个罐子对。所以那个到现在那个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OK。那个木乃伊啊，有好就好几级的，好几层的，就是那个穷人的木乃伊，像那个贵族的木乃伊，还有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，对吧？啊，制作是那个制法不一样，做法是不一样。那个最贵的，他是被毒死的。把那个尸体扔掉，啊，就会死。报仇还是平常他会死 ？OK， 把这个还是藏起来。这个都不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很简单。我有写了，不简单的，知道吗？不简单的。看那个五官，它的内脏都是放在那个内脏罐子，有这个罐头，这个罐子对。所以那个到现在那个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知道吗 ？OK。那个木乃伊啊，有好就好几级的，好几层的，就是那个穷人的木乃伊，像那个贵族的木乃伊，还有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，啊，制作是那个制法不一样，做法是不一样。那个最贵的，他是被毒死的。把那个尸体扔掉，啊，就会死。他报仇还是平常他会死 ？OK， 把这个整起来，还是藏起来？这个都不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很简单。显不好看的了，我有写了，不简单的，知道吗？不简单的。看那个五官，它的内脏都是放在那个内脏罐子，有这个罐头，这个罐子对。所以那个到现在那个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对 ，OK。接下来。